你好，欢迎欢迎欢迎，请您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叫做张旭，是来自内蒙古超级万力联盟的创始人。超级万力联盟是啥单位？是一个组织，干啥的？民间叫做掰腕子啊，但是我们起的好听的名字就是 Super Everlasting League， 超级万力联盟。为什么会来到这个节目现场呢？最大的愿望就是推广这项运动，通过电视机告诉大家它不是一个民间的一个玩游戏， 是一个特别正规的体育赛事项目。那些兄弟今天来了没有？来来来，来掌声有请他的兄弟们登场。哎呦，一个比一个帅哎！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哈，欢迎欢迎。每个人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运动员孟祥伦。大家好，我是广东的那个多万运动员徐景山。大家好。窦万于鹏毅，大家好，我叫宋文思。再次欢迎你们这个团队，这个组织。我听说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绝活，我们先从最这边开始吧。文思给我们介绍一下，这个是啥？这个应该就算一个提铃吧，锻炼我们这个掰手腕的专项力量，就是这个在曲臂时候的对抗力量。一个片是5公斤，两个是10公斤嘛。你一般平时是比这个少一片吧？练习的时候，这个是一共6片，你是5片左右，5×2=25公斤。对对对对。那您的这个是怎么去展示呢？我是以实战为主。怎么个实战法？把整个人的体重哎都能提起来。几个人？左手一个，右手一个。哎，我们俩需要做什么？你们俩就把体重交给我就可以了。对，这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我的妈呀！我太强了。那个，您给我们带来的是？我今天带来的是一个平时我在办公室里，就是没事干的时候就会玩一下的水桶。我们看看他怎么玩这个水桶哈，满满的。啊，这不稀奇嘛？不稀奇，但是你得这样子，打斜，再打斜，然后再打直，就这样，对，然后再打直。王毅，保护一下啊！对，呀，这一桶水5加仑，差不多接近19公斤。19公斤啊！然后他要再歪过来的话，因为加了一根力臂，他要付出的力量大概得要40到50公斤才有可能。强龙，给我们介绍一下啊！之前关于万力的专项力量呢，前几位队员已经展示过了，下面可以请几位嘉宾上来实战感受一下专业运动员的万力。强龙，哎，那个人间处处有真情，好不好？第一次上人家节目应该怎么做，你心里应该清楚。Ready go！ 加油加油！没问题！使劲啊！我觉得祥伦的脸都红了。最好的成绩是什么呢？职业成绩？2015年啊，世界万力选拔赛中国赛区选拔冠军。中国赛区冠军啊！就这实力还敢说是冠军是吗？哎，我这加油！不是不是，老杨，你人呢？谁是老杨？我哪吹的？我手旭哥的这个绝活，你介绍一下啊 ？Ready go 的一瞬间，你力量会很大，这个来训练你的反应力和肌肉的收缩能力。3、2、1 go， 走起来，陈老师，走起来，来掌声鼓励一下，走起来，可以的，你可以的，可以的，没问题，可以，可以，对对对对对，没问题的，棒棒棒棒棒，走起来，没问题，棒棒，你的样子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可以，加油，没问题的，你的腰围那么粗，没问题的。陈老师发表一下你的那个感受啊，好吧？在这个实验当中，我只起一个配重的作用。刚才这个过程是一个
生物智能转化为动能，变成弹性势能的过程。啊，那最后你能没能呢？到底是？最后发生了什么呢？啊，我的脚和地面保持相对静止，然后地胶和地面发生了相对滑动。这还不能算输哈，因为地胶跑了，不怪我的。这是地胶的问题啊！我们再次掌声谢谢三位吧，精彩的配合。